大家好，我是米雪。我们今天要来做冷笑话人笑挑战第二弹。大家如果有看过我们上次第一集的话，就知道我好像有点弱，怎么可以什么都笑？所以我今天有准备了一下，我今天不会再一直笑了，我今天会就是冷眼旁观，这样好吗？总之呢，有升级版的笑话吧？有吗？制作人要有点信心哦。有。好，有规则跟上次一样，讲笑话的时候，如果我笑了，或者是制作人自己笑了，我们就要自己掌嘴，全部讲完之后再结算，总共笑了几题就做几下仰卧起坐。不是俯卧撑啊，不是俯卧撑啊。好，总之就是最后还是会有一个小惩罚啦，大家要看到结束哦。那我们今天一样有15题，开始。第一个，为什么海是蓝色的？海是蓝色的，海是蓝色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海狮要爱你。为什么？因为鱼在水里面 blue blue blue。 哎呀，这我真的没有要笑，为什么会笑？好，第二个，blue blue blue， 现在是笑差一点。好了，第二个，人比人气死人，蛋饼比蛋饼气死蛋饼。哈、不是，我有想到我有想到起司蛋饼。好，第三个，有一天小明跟女朋友吵架，女朋友很生气的夺门而出，小明追了出去，把门夺回来。等一下，这太烂了啦！这太烂了！没有长嘴啊！这很烂呢，我好生气啊！这是一个尴尬笑，我是为了让你不要那么尴尬才笑的。谢谢你哦。第四个，有一天愚公快要死的时候，把儿子叫过来，愚公就跟他说：“移山，移山。”儿子就说：“亮晶晶。”很烂。好，第五个，为什么浊水溪跟高品溪分手了？他们没有在一起过。不是，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。因为他们不适合。好哦。好，第六个，上帝帮你关了一扇门，又关了一扇窗，是因为他要开冷气。这次真的比较弱我真的觉得还好。好，第七个，有一天鱼跟虾在比赛跑步，虾子就说：“预备气。”鱼就说：“干，你才北七。”虾子可爱。第八个，谁借钱之后会变成很强？借钱之后会变得很强，强到不是青眼白龙？为什么？救急青眼白龙？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什么意思。救急就是台语的借钱。我听不懂 ，sorry。好，第九个，有一天有一个医生，他到餐厅里面吃饭，他就拿着菜单，服务生在旁边等他，然后服务生就一抓屁股，因为医生他就想说他自己是专业人士啊，所以他就问说。有痔疮吗？服务生就说：“可以点菜单上有的东西吗？”就这样吗？不怎么样，真的不怎么样。好 ，OK。第十个，来，一到十哪个数字最容易忘记？最容易忘记？七。为什么七？我乱猜的。好，不是七。不知道。是八。为什么？因为想不到吧。好，第十一个。好。哈利波特为什么不吃冰？哈利波特为什么不吃冰？不知道为什么？这是台语。因为魔法少年假修。我知道魔法少年假修。但我也知道你想讲什么，但我觉得这不好笑，不想，十二个，这次怎么全部都是脑筋急转弯啊？好，有下一个不是了，刚刚去庙里面求姻缘，抽签抽到大吉，
我拿签的时候给师傅说我要解签、师傅却只给我一杯红茶。我就说怎样，为什么不帮解签，给我红茶是怎样？师傅就说大吉岭红茶。大吉岭红茶好。历史三个，有五个鸡蛋，鸡蛋一就对鸡蛋二说，哎、欸，鸡蛋五长毛哎、欸，鸡蛋二也对鸡蛋说，我知道它是奇异果，这很久了 ，OK OK， 好，第四个，有一天张雨生去森里面砍了一个木头，请问那个木头怎么来的？他砍来的、啊，他不是正确答案，与生俱来的。女生就还不错。第四个，大便跟小便出去玩，结果大便就出车祸死了。一年后大便的忌日就到了，小便就说：“我好想大便哦。”所以接下来要说什么？他已经一年没有大便了。没有，就这样结束了。好、哦，这次真的很弱哎、欸。大家快来投稿，厉害！这次真的很弱哎、欸，就麻烦加油。如果大家有觉得好笑的笑话，可以在底下投稿给哎、欸，可是这样我也会看到。我们下面放一个 Google 表单，大家在下面投稿，会有人投吗？没有，我们放放看看有没有人来投。算了，哎、欸，不会有人投，没关系，我们放放看。我们会放一个 Google 表单在说明栏跟留言区。如果你觉得你的冷笑话，你的笑话很强的话，欢迎来投稿。如果反应不错的话，我们再做第三集。好。然后我们刚刚有结算了一下，我总共笑了八题，我还是笑了一半以上哎，所以我们要进行就是惩罚。我的裙子很奇怪。等我一下，我以前是跪着做的。啊，那你跪着做？跪着做可以吗？好累哦，还是仰卧起坐好了。好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需要有人帮我压脚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结束。啊，背好酸哦。地板好硬哦！如果喜欢我们今天这集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一个喜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有什么想说的话，或希望我们做的事情，还是你有很好笑的冷笑话的话，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哦。也可以去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